我现在在3C 良品馆的听音不累耳机摊位这边，那我现在介绍他们品牌的常青款，也就是它基本款的耳挂式耳机。那它本身的原理啊，就是它是像这种开放式的，它这边会产生一个共鸣，然后将声音从导音管这边传出，所以你不会塞住耳朵，对听力也不会造成影响。那它这个有一个很软很软的耳夹，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它怎么戴哦。他们说戴起来就很像在戴那个什么眼镜一样，只要顺顺的从顺着耳廓滑进去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试一下看看。对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，因为它的那个夹子非常的柔软，然后可是它的固定效果好像还蛮好的，就是不会掉下来这样，然后也不会就是压头啊，或者是造成紧迫感。而且就算我现在，其实它现在身上是有声音的，可是我还是听得见外面的声音。那表示说它其实除了对听力比较好以外，它其实对人也是比较安全的这样子。那除了常青款之外呢，它最近据说出了小朋友很爱的叫什么摩尔庄园，然后还有赛尔号的造型耳机。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刚好很喜欢这两个卡通啊的话，然后你又希望就是慢慢训练他就是对于听力的照顾，你或许可以考虑这款听不累耳机哦。这是小赠品。